日，张靓颖与一神秘男子的亲密照片在网上曝光之后，便引发网友的热议。而随后，该男子的身份也被曝光。据悉，该男子是王铮亮的同学陈秋实，甚至还担任张靓颖和冯轲婚礼的伴郎。而随后，王铮亮也发文回应张靓颖新恋情一事。他发文表示，出不出山是你的事，他的选择是他的事，我们决定不了任何，只心疼他的不易，不想让他受任何欺骗与伤害，望各自安好。表示不想让张靓颖受任何欺骗与伤害，一暗指陈秋实不靠谱。而陈秋实之前发文称，对不起，准备出山了。网友看到后表示，只希望张靓颖幸福啊，不要被骗，真的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